其实长期以来都有在做，然后我们也会帮花生新会的那个老人部他们的年菜跟年节礼盒，都是有义卖的活动，义卖出去所得就是捐款在下面。我们也有做大浪的团体啦，就是流浪猫死窗口，就是其实我一直做这样的活动，我不是希望说谁谁谁一定要捐多少钱，我希望是我们把这个爱一个一个把它串起来，然后